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偏执的针线，黑白相间哦。黑白相间虽然是黑白相间，不过这个关卡是没有黑白扶持哦。我们用这个洛达队来做一个通关的示范哦。这个关卡已经出很久了，不过我好像已经把它放在这边放很久了啊、哦。现在才来通关哦，基本上就不要介意了哈、哦，反正。就是通关示范嘛，哈。我技能稍微练过，就不太需要主技了。哦，基本上我看了关卡资讯。难度不难、哦、看起来关卡是不难、哦、那就顺便就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打法，我们随便转那攻击力都是很 OP 的。哦，第四关巫婆三只哈，那三只就一起送走吧。第六关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讲说，哎、欸，接下来第八关、哦、第九关、哦、第十关有没有，然后就通关、哦、感觉上好像是这样的一个 feel 啊。我越后面的关卡出来就越难了、啊，这是一定的啦，所以 还在通关轩辕剑人可以尝试这个。今天的尝试目前我那个光是已经过了哦，大部分我拍的影片就是，哦那个，大部分拍的影片就是地狱嘛，单双周吧，哦比较少拍像这种故事剧情的哈、哦。所以基本上故事剧情我可能要讲一点故事，这样不然好像有点乏味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太好像太容易了是吧？那大家会觉得说这种关卡太容易了这样。哦，容易也好啦，就是我们可以轻松的取得，不要简单的过头，有没有？有一点点难度就好了。然后龙科来打这个基本上是虐杀他们的，我应该没什么机会开吧。我看一下、哦、后面的关卡，我应该可以直接开演习了哈、哦，节省我们的时间哈、哦，节省大家的时间这样。非常尴尬的二四五颗哦，五颗这个新珠就是非常不妙的一个状况哦。好，开研习之前最好注意一下台面上有几颗那个新珠啊，五颗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了。好，我们要破解就是只能开这个了哈。那个能力继承哈，刚我误会，我以为是双体共生，所以随便乱打，我无所谓哈，一样一波是给他送走哈。哦，
妍希基本上这个不怕没有暗珠啊，所以打起来会特别快。哦，这个要强化腐蚀哈。那么就是，哇，他攻击力17000多哎，57万的攻击力。为了避免这个我的珠子没把它 KO 掉哈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再做一次这个强化腐蚀出来。哦，保险起见呐，保险起见，这样比较安全一点。哦，14关，共生共生双体共生哦，下一回吸那个会把我们的吸力变零哦，所以基本上我这边就直接开掉了哈。哦啊，记得做全体哦，哈。然后这边我如果想要留一些猪，也可以在这边留啦。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啦，因为下一波 CD 重置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属于一波带走的现象，所以也不用啦。哦，强化腐蚀要做出来倒是真的。嚯，这么漂亮的台面。强化盾，好，强化盾，叮，欸，基本上这关卡简直是送分哦。为什么送的这么舒服，我也不晓得哈。那既然是强化盾，我们就转一下好了。好吧，无所谓，反正都是一波带走。看是这样还是这样都可以，当然是不要这样，因为我要多做一抗。当，哇，这个2000多万是不是？好，基本上是还蛮简单的关卡哈。那就是好，以上这个黑板相间的示范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拜拜。